结婚，差不多整了三四十单啊。啊，因为伊是咱讲的善良人的人生啊。人讲迄个哥咧是迄个韩国的高级人生啊。啊，那穷人的人生吼，我听说我无敢红太头。然后讲二三万就是讲结婚这个部分啊吼。啊，即个因为牛爸是主角。啊，我将军吼，我好是这个配搭，啊来帮这个活动吼，啊炒热吼。啊，你将军这个我好这个部分吼，差不多你规个区内底吼，找可能差不多十方去我都去进这个部分咧。其他地方我都因为也更累，咱的头发很光洁。李冠许许副市长担任局长的时候，他一直希望我们把台南在地的牛肉，或者是在地的一些农作物去结合，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去改变，从创意谈官学，就是讲好好阿哥咱的历史，咱的迄个协会，阿哥以及咱在地即个农会，结合咱的米，十二块米，叫咱台南市产的上好的卵，以及咱上大家上爱食的牛肉，即几个部分来做咱即届。那个国产牛肉的这个部分的，今天特别呢，由首尔大学甲咱的这个怎样，咱在地产的这个牛肉，然后再加上我们在地产的牛棒，然后再加上我们台南月光米把它组合成一个非常美味口口有营养的这样的产品呢 这样的一个推荐记者会目的就是要行销台南的相关的产品。那咱台南吼，各种的物件拢非常的丰富。咱的农业产值过去是第四名，现在是已经成为第三。跟大家说几句话。就是今天那个潘氏农业局那也和我们学校来做一个协办的动作啦那主要是推广我们这个国产牛还有我们台农十六号的月光米。那刚有那个将军的就是介绍那个牛棒就这三种食材在地的食材把它做一个结合的推广。那这也是我们现在我们首尔大学里面有餐饮系一直在做这个在地小农的在地食材的一个研发跟推广，所以如果各位需要我们学校做协助帮忙的话，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记者，来个微笑。好，接下来看一看右边的记者。好，紧接着来看一看左边的记者朋友。